小乐高大乐趣，欢迎来到坏雪的乐高仓库。今天我们来做31099的 C 模式这一架直升飞机。好了，我们这一盒31099的 C 模式这一架直升飞机完成了。这个直升飞机看上去呢非常的袖珍。它上面的螺旋桨因为是使用了 A 模式的那个螺旋桨飞机的小螺旋桨，所以看上去呢显得异常的小。前面一个大大的驾驶室看上去也非常的有感觉，坐在里边的视野一定非常棒。当然后面这边呢就缺失一个尾桨了。而且利用有限的零件，乐高设计师还设计了一个小的停机场地，你可以把飞机过来停下，停到飞机场。简单的一些乐高零件就形成了一个飞机场以及它的停机坪，直升机场以及直升机停机坪，效果还是挺棒的。好了，我们31099的 ABC 三个模式都已经完成了，你更喜欢哪个模式呢？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。我是坏雪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